地图上面的评价是四颗星，而且它的评价有1600多人，大家都很赞，想喝一袋古果休息在里面，要开3个小时，310。Hello， 请问现在要去哪里？你不要比我早说话，像这个节奏，我忘记要讲什么。Hello， 请问是浩浩先生吗？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？现在礼拜五晚上刚下班，那昨天有计划，为了一个宵夜，我们要跑去有一点远的地方吃。这家宵夜听说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晚上10点。那也不是晚上，直接进去台南嘉义的下面，高雄的上面，吃嘉义的下面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就直接开车下去台南，走吧走吧。不要开夜车，开到那边1点26分，要开3个小时的路程，311公里。要睡多久？我当然要开车哎、欸，我哪有要睡觉？我就是很有精神。我很有精神，那就好。现在是这样。哎，你把镜头调一下，因为我记得镜头比较好。插镜头时间自动上升。现在终于到了湖口休息站，下去上个厕所，先买个小东西，先吃一下吧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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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好冷哦，今天真蛮冷的。月亮好美。我以前开车啊，很长啊，就是从台中要开回台北的时候，都会在湖口休息站里面好睡觉，但睡1-2个小时之后再继续开回去。所以我蛮常在这边车补，好笑死。半夜11点的湖口休息站，那这个就不开箱了，改天再开箱，下次都没。醋哎，未熟。哎，为什么我傻眼？啊，送我一台狗肉就好了。我笑死，好蠢哦，好烦哦，这些人。鸡肉饭在嘉义，就是鸡肉饭。靠腰，傻眼呢、欸！我怎么帮他们怜悯？对啊，之前没有吃过胡须粥吗？胡须粥我没有吃过，好像有听过哎、欸。因为明天就是晚上，你们喝完了对不对？但是是累了，一定想吃东西。带我朋友来吃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没有东西哎、欸。好，现在我到了西螺休息站。刚刚我做一个实验，我就坐在副驾，安德比又开车，我还测试我的副座到底好不好坐，结果发现，看，根本是只有他自己想睡嘛，还怪我的副座太好睡，我傻眼。我难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副驾，就难得我看到他不睡着。好了，要走了，西螺服务区，拜拜。天哪，到台南喽。Thank you.
在时间是3:15，开超久。那我们上来，大家说来都来。要吃的三项，这就是渣茶蛋饼、火腿蛋，要有吐司，一个叫些奶茶，三个都点了，多点一个萝卜糕跟梅加，就是沙茶蛋饼，它没有沙茶，它这就是沙茶加蛋饼，沙茶加蛋饼。看，怎么好喝？它真的很纯粹，就是蛋饼皮蛋，然后加沙茶，好好吃哦！这个很推，那这样还有鲜奶茶，鲜奶茶的奶味很重，好喝耶！我喜欢它的奶味。它的萝卜糕比较特别，我是那种很薄的那一种，这是港式。那我来试试看，就知道了。我切切切。沾点酱，我喜欢它表皮脆脆的样子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哎！外蛋有特色蛋，超好吃，对啊，酷哦，这个没白加呢。你们这边吃火腿蛋，记得点火腿蛋吐司才有吐司哦，不然你叫火腿蛋就只有火腿蛋。给镜头看一下，香，它的蛋是这种。他们玩那种鲁马林，然后他蛋是荷包蛋，两片火腿，好，去试试看哦。它的肉感的味道都蛮特别的，很好吃哦，很香哦，好吃，真的好香，奶油的味道，不错不错，推推。第二家就是府城牛肉汤，那它的位置呢就在豆奶中的旁边，啊，走过来很近。它在 Google 地图上面的评价是4颗星，而且它的评价有1600多折。那我们今天点了三道菜，第一个呢就是牛肉的肉汤饭，以及牛肉炒芥蓝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牛肉汤。第一个是这么大碗的牛肉的肉汤，那它一个是鱼圆。上面呢是肉燥，它的肉燥呢，不像我们吃有些肉燥饭，它就是有肥肉，你看看起来都是瘦肉。哇，来来来，尝尝啊！牛肉味好香哦，好喜欢它这种牛肉的味道，太好吃了，这叫真的好吃。来试试看这个牛肉炒芥蓝，来，它芥蓝好脆哦。这个味道好特别，它炒豆饭还炒什么？好吃哦，我喜欢它很多蒜头。再来，台南的牛肉不可能老，很好吃哦。嗯，再来，最后主角来了，就是它的牛肉汤。来看牛肉，哦，那通常台南的牛肉汤啊，牛肉都是那种半生熟的，就是用热汤下去冲烫它，让它不会太老，非常老。你吃看它的牛肉。在台南吃牛肉就是要这种姜丝牛肉糕配起来就很好吃，加大花的酱，好好吃哦！加半夜3:30，还是好好吃。打开果汤，啊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吃的这一家府城牛肉汤呢，它在府前路2段167-12号。大家要来要注意时间哦，它是礼拜一公休，它营业是下午4点到凌晨4点钟。大家凌晨3:38，我手要折到了。对，其实看很多人啊，他说哦，就没了，都收摊了。
土城牛肉汤啊，它在土城街二段167号之2，167号之2。土城路那个，前路的，土城路二段，我刚说土城路，前路，我找不到。那我们刚刚吃洞来中，如果要你推荐一道菜，3、2、1，沙茶蛋饼，是不是？沙茶蛋饼真的是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真的很好吃，不错。啊，你也讲不到？对啊，我会啊，一起讲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过马路，靠腰，等一下啦，过马路啦。吃土城牛肉汤记得要早点来啊，不要太晚。哎，干没有锁车啦。